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，都是深圳大学的大学生。我当时好像是读大一，快要大二。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底蕴，再加上现代的流行文化的一些结合，才是能够从根上能够感动到我们的。对于我们不是很友好，我能知道说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就那一束光就是照不到我眼前。我觉得最让我们感动是我们在离开的那么一段时间，他们其实都没有离开。